美国拳王不听劝告非要来华挑战，结果被吕振宏铁肘砸击几十次，惨叫要回国。 Hello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拳击达人。今天这场比赛的中美硬汉的对抗赛，中国选手吕振宏12岁就开始在少林武术职业学校学习传统武术。2009年吕振宏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了综合格斗这项运动。2011年3月，吕振宏参加北京市容大杯散打交流赛获得冠军。吕振宏在 UFC 赛中先后也获得过各种冠军头衔，而他这次的对手是来自美国的泰勒·莫尔，他有着疯马的绰号，曾7秒 KO 的日本名将木村，有着几乎100%的 KO 率。话不多说，我们来看下这场精彩的比赛吧。比赛开始后，两位选手并没有进行过多的试探，率先使出一记扫踢进攻。吕振宏趁势发起反击，右手重拳连续出击，打得对手步步后退。随手美国拳手的摆拳也打了过来，吕振宏不断的扫踢攻击对手。随后两位选手进入地面缠占据上方位，重拳连续的砸向对手，美国拳手被打得满脸是血。第二回合比赛开始，吕振宏打出的扫踢和摆拳不断的打中对手，接着把对手顶到铁笼上袭击，并且摔倒了他，紧接着拿到七成法位猛烈的砸击对手，重拳多次打中后，美国选手已经被打得十分狼狈了。Yeah, basketball. Well, we're done.
在第三回合比赛中，吕振宏使出几记高扫踢中对手的头部，直接将对手击倒在地，随后便开始连续的用地面顶膝重击对手，打得美国选手几乎没有反抗的能力。30-27 and this 最终比赛结束了，裁判一致判定吕振宏以比分的优势赢得了比赛。大家对吕振宏这场比赛有什么看法？欢迎在评论区讨论。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就要结束了，喜欢的朋友就点赞，下期再见。红方胜。